预备起！本来哦，如果司法单位哦有问题哦，可以传讯哦，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的，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你知道，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特别是去搜索台湾民众党中央党部，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两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在最后答辩的时候，我直接跟法官讲说，所有的精华。840%的容积率，840%容积率。其实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都委会、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人。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40%的，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是到今年3-4月间。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案子的容积率是840%的，所以跟他讲说，这个案子其实也没有在目前的所有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说柯文哲有去干预过这个案子。最后在答辩的时候，直接跟法官说，从检察官两天的询问方式，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所以我跟法官说，请你不要为难了。其实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了，他扛住了我的最后压力。好，我们回去，请各位回去休息。其实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法官算是扛住所有的压力了。要谢谢今天所有在场我们的支持群众，谢谢你们。我们大家辛苦了，请大家好安平安的回去哈休息。好，谢谢大家。来，开路。我们同时也在拜托。柯文哲无保请回，走出地检，脸色铁青，难掩疲惫。不过首要之务还是要走入人群，在黄国昌馆长和陈佩琪的陪伴之下，对一路相挺的小草们给个交代。如果司法单位有问题哦，可以传讯哦，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的，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你知道，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特别是去搜索台湾民众党中央党部，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两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全场小草屏息聆听，阿北字字句句都透露出这69个小时来有多委屈。不过最后还是要感谢羁押庭法官扛住所有压力，总算还他一个清白。从检察官两天的询问方式，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所以我跟法官说，请你不要为难了。其实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了。他扛住了我的最后压力。好，我们回去，请各位回去休息。两度哽咽，再度致谢，重申自己从头到尾都很无辜。
即便只有发表短短三分钟谈话，对小草们来说意义非凡。最后柯文哲穿越大批小草和媒体坐上车，想必对柯文哲还有小草来说，这都是漫长又充满复杂情绪的一夜。当事人游戏书许淑明、林肯荣综合报道。预备起跳，得知先生柯文哲被五保请回，原本低着头脸色凝重的陈佩琪瞬间激动落泪，也终于展开笑颜，与一旁的黄珊珊先来个大大拥抱，现场也不断有小草喊加油送暖。其实我知道这三天三夜以来你们比主席更辛苦，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麦克风交给主席，由主席来亲自跟各位感谢，谢谢你们，谢谢。在北院开羁押庭的结果出炉前，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就在黄珊珊的陪同下抵达北检现场静坐声援，等到好的结果忍不住感动哭了，不断鞠躬感谢小草支持，千言万语无法形容当下心情。看到柯文哲从北检走出来，陈佩琪也第一时间上前迎接，在耳边好多话想说，也终于能一起回家了。东森新闻中心综合报道。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凌晨离开北检之后，一行人是回到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的住家。最新状况，我们连线给叶婷。台北地检署是侦办金华城案，是认定呢前台北市长，也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是有涉犯这个图利罪，因此呢是向法院呢来申请这个羁押禁见。只是根据呢台北地院的表示呢，他们认为根据检察官的举证呢是无法认为柯文哲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因此最后呢是裁定这个无保请回。不过今天呢凌晨的时候呢，柯文哲大约是在3:45左右的时候呢是步出了台北地检署，但是呢他搭上他的坐车呢是没有先回到他和夫人陈佩琪位在信义路上的住家，而是来到这边信义区的这个立委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的住家这一头。只是车子开进去了，但是呢目前车子没有开出来，而且人应该是在里面的在做休息的部分。只是呢我们就回顾这一起的那个事件的发展，因为包含呢柯文哲呢他是在3:45左右的时候呢是步出这个地检署，他是先向这个地检署前面守候一天一夜的支持者小草们来信心喊话，另外呢他也批评检方对他这个呢是一个有凌虐甚至是有压迫的一个问讯哦。另外呢他最后呢也是感谢这个法院来还给他一个公道。不过其实他在发表完这个谈话之后呢，大约是在凌晨4:00左右的时候呢，民众党呢也在脸书上呢来发表这个声明，首先呢也是感谢这个台北地院呢是还给柯文哲一个公道，另外呢将会继续秉持着清廉勤政爱民还有爱乡土的一个方式来继续挺直腰杆来继续这个来奋战到底。只是我们也回顾了，因为现在呢柯文哲呢他的坐车呢是从大概是3:45左右的时候是开出这个台北地检署，是先回到这个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位在汐止区的这个住家里面。只是呢稍待一会柯文哲有没有可能会来出来来对外发表一些谈话呢，又或者是说会和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们一起到党部这边来进行开会呢？稍待一会有更多最新消息，东森新闻。